再十分钟就好。不要吵，快点起床啦！啊，自己先去啊！赶快起床啊！啊！神经病，走开呀！妈，我今天头痛，想要请假。这个上次用过啦。我是筋痛引发头痛。你月经不是才走没多久？我是说心痛，因为玄彬要跟我分手了。那我的等命玄彬呢？你就让我安静的休息就好了。陈文祥，快起床准备了。啊！都十分钟了，怎么还不起床？叫妈了，等一下。半小时了，你到底要起来？我起床了，在换衣服。陈文祥，都过了一个小时，你到底要起来啊？妈，我肚子痛在大便。妈，你怎么没有叫我啊？碧婷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哦，差一点就亲到玉婷了。不对。Oh my god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新，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、分享、加留言 ，YT、Facebook 还有 IG 都帮我们追踪追起来哦。